阿奶，哎，你跟想吃麻花子？可是你想吃麻花子啦？这都被你猜着了。乖，那多容易，我一和点面去。这先一面倒盆里，要放的盐水先倒里头。你们要想吃甜的，放点糖水倒里头。面和酱啊，咱再倒点油搁里头。这面醒好了，搁搓麻花条了，咱都给它切成小剂子。这盘底下都得刷上油啊，马上放上麻花条，这麻花条都塞进盘子里头。别上头啊，再刷一层油，咱再醒五分钟再走。这面醒好了，开始搓麻花，两头对着搓，对折上个劲儿。跑过来，小麻花都做成了，都给装盘子里边。快倒油了，我热来。又热了，快开始撩麻花了。好了，咱黄瓤瓤都快出锅了，行，咱得搅黄搅黄的。我先来尝尝，用麻花炸的咋样？嗯，我也乖乖，麻花炸的酥香酥香的呀，俏巴的很。